我们的世界充满着无限的可能，乐于创新，富有责任和鲜活优质的生活方式，正是他们不断地推动着我们追求美好、努力前行。现在打开引擎玩一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个充满全新机遇的世界吧。 亚洲第一个职业华语娱乐创作空间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，能够让大家去实践他们的创意，让想法变成现实。我很喜欢大众的一点是，它其实跟我们的概念很像，它为大家去打造一个创作的合作模式，同时让这个合作模式成为一个创新的基础。看到大家都在为梦想前进，我们相信只要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。 创新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、设计和男人该具有的修为。我做一双鞋都是做的，不好看、舒服、可持续的，然后又特别轻，其实跟大众理念一样。我觉得有一种把一切变得可能的力量，让创新在中国正式立场。 可持续性的主题展开，可持续它不仅仅是一个流行语，它已经成为每一次科技突破的基石。可持续出行是新一代的出行方式，它将为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和更多的乐趣。 在中国来说，看来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。对大家来说是非常新的。但是短短几年内的话，它对人们的消费还有生活习惯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现在大家的生活其实都是在往越来越美好的方向来发展。我们在享受这个美好生活的同时，其实可以不需要付出破坏环境这样非常大的代价。我们都在非常努力的去实现最终的目标，一个可持续的未来。 驾驶乐趣不仅仅关乎速度和动力，还来自你的驾驶风格和方式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准备好了吗？
摇一摇，和我一起享受这段旅程吧。足球是一项激烈的运动，我喜欢这种快速的对抗和高强度的节奏，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在驾驶的过程中。